1月21号收盘了，今天走的最强的就是创业板，创业板结束了十连阴，今天来了一个光头光脚大阳线，涨了接近2个点。那创业板到底是什么东西给带起来的呢？下午走的最好的就是新能源车板块。那么不光是新能源车呀，上午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出端倪了，大家跟着我向后面看，这个位置，大盘权重指标股今天严重分化。你像前两天走得好的那些中字头啊，今天基本上都回撤了，像那个几桶油、六大行，还有那几筐子煤，就这些顺周期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撤。但是另一方面，你像毛指数、宁组合，就是所有这些跟他们没啥关系的，现在都在上涨。而且今天我们看这个位置，上午的时候以宁王和迪王为代表的，他们就已经在企稳状态，并且通过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创业板呢，创业板的十连跌，这个位置可跌得够深的了。有人认为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一个超跌反弹，但不论如何，今天都出现一个反弹，并且形态呢，这个位置类似于早晨之星，是不是早晨之星，明天才知道。往往这种走势呢，都预示着未来这个位置有一个企稳的阶段。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要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话，那么它应该连续向上干，就是这个持续性应当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了，以前是上证走势指数走得非常好，这个深成指啊、创业板呢，这些都现在比较拉，但是现在明显创业板今天涨得比上证指数好，是不是证明现在风向在转变，风格在切换？那么我们手里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原来有的一大票的都是中字头啊，这些大家伙们也应该倒腾倒腾了？那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市场的热点方面。首先今天市场热点，你别看今天大盘全面上涨，而且涨幅超过 5% 的啊，涨幅超过 5% 的现在呢也有不少家，但是涨幅超过 5%相对于我们总体数量有220多家呢，还相对少一点，不过这个比前些天已经多了不少。大涨咱们比方说超过 3% 的有800家，这个已经不错了。前些天别人不论大盘怎么涨，我们上涨家数超过 3% 的也就是500-600家，那今天这不来一个800家还行吗？证明什么？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活跃。那么我们看这里，大家看得清啊，通过这个市场的热度值，我给大家读一下，市场热度是72度，这证明什么？这里头就相当于大部分东西都在发烧，或者是都在上涨。我们不一一列举了，就包括前两天走的比较低的，而且还有一部分事先回落的，什么锂电池啊、整车呀，包括就跟这些电商啊，就是所有有关系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今天是属于一个普涨格局。但是今天呢，就是大涨的虽然不多，超过 3% 的只有800家，这也能证明这一个阶段它总算涨得还不错。今天有点瑕疵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上证指数没有能跟上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步伐。来，我们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横盘震荡期。那么如果按照上证指数，我们数一数啊，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可有一个怪现象，大家仔细看，就是这几天呢，假如以这个第一个为起涨点的，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再跌再涨再跌，今天又涨，人们似乎已经发现了规律。那么按照这种涨跌，明天可又是一个下跌呀。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你比如说昨天大跌，今天大涨，那么明天如果再下跌的话，这是不是让咱们股民给这无所适从？所以说呢，散户太难了。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看，这是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四天涨四天跌，我们能不能说明问题？如果在这个位置干，给这个位置干起来了倒好说，但是我们看一眼啊，我经常跟大家强调的叫做位置决定性质。那你看，自从今年开盘以来，这就是正月初九，大年初九嘛，大年初九创新高，然后一路横盘震荡，
这个支撑点位是3226，那它可是高位横盘。可是创业板呢，创业板是分化的，朋友们，创业板这个是大年初九一路向下跌，而且昨天之前还连续了十天大阴跌。十天，别看十天当中，我们放大一点，别看十天当中有三根是阳线，但这都是假阳线，因为实际收盘价都在跌着呢。那么这个里面我们会不会这样的思考，是不是创业板只是一个超跌反弹？如果它只要就是一个超跌反弹，我们劲儿还不能使得太大。如果说这个位置真的就只是超跌反弹，弹一弹还得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得多个心眼啊，就是借着人的反弹的时候呢，我们降低降低仓位，或者是借着反弹的时候呢，我们把东西涨得好的出一出。好，我们再看这个位置啊，我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缩量了，今天成交量上证还有咱们不管哪个四大指数加在一块，全天成交量仅有8900亿。昨天呢，大家看昨天大盘是下跌的，同时昨天下跌的时候那还成交量破了万亿，从2月17号到现在头一次破万亿就是昨天。你看今天这个大涨完全走出来，大家仔细看啊，今天的上涨几乎就把昨天这根阴线完全包括了吗？不是这样，因为昨天这是走出的线非常难看，因为昨天跳空高开冲高回落，今天呢相对来讲走出一根反包，反包这个大，我们这不是大阳线啊，咱上证指数在这只是一个毛毛雨，但是上证指数确实给这块出现了一个四天当中八天当中四天上涨四天下跌，那明天对应的又是个下跌，这个位置很多散户又不会玩了。在这儿我多说一嘴，现在是白马股权重指标股分化，你看呢前两天涨得非常好的中字头一带一路，包括这个什么顺周期的三桶油六大行，包括那几筐子煤涨得都不错呀，今天集体走低啊，集体。而另一部分呢，毛指数宁组合，尤其是以喝酒吃药这个为类的，他们今天上午是集体上涨，包括今天下午新能源车全面启动，这些东西都代表着市场上仍然在一个分化当中。另外我们再看现在多空在这种分化的时候啊，他们今天呢还有昨天有的时候就出现齐涨共跌，你比方说今天多空双方就形成一个共识向上推，你比方说昨天大盘，昨天你别看仅跌了，就是这就是咱们看啊，跌的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但是昨天下跌的个股可不少。那么我们能看到昨天有3000只在下跌的时候，那么这里能代表什么？代表着还是一个就市场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没有形成一个合力，在这种没有共识合力的情况下，我们真得多个心眼儿。那好，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位置呢，我们再瞧瞧那些风向标是什么样的表现。先看券商880472，你看今天券商是不是一个震荡上行，那么中午这个位置啊之后出现一个拔高，这是不是券商在这块有意的在推升，或者是说大盘股搭台让小盘股去唱戏呢？有啊，有这个可能。来，我们再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横盘震荡，它并没有冒出尖尖角，也就是没有快速上涨，换句话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圆弧底的话，它也没有一个起涨信号，所以呢这是牛市的起手券商今天还缩大量，这能说明什么？大盘今天上涨了，而且成交量萎缩了，不到9000亿，8900多亿，昨天大盘下跌了却放量了，能说明什么问题？是不是上证指数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啊要进行一个边打边撤？我们脑子一定要多画两个问号，带着这些问号我们再看另一个标的，就是恒生。以恒生为例，来大家看恒生这个位置是不是今天走出了一个相对来讲像一个反包阳，那么它是跳空高开，
来，我们再看恒生日内是跳空高开之后一路的不向下跌，高歌猛进。但是这种走势啊，咱们心更没底。因为啥？你看以恒生为例，它可是这种头肩顶的形态呀，朋友们看好了，这是头，这是肩，那么这个底呀、啊、这是顶啊，往下走还没走呢，会不会继续跌下来呢？这个事儿我们又画了个问号。那好，综上所述，我想说的问题是，大盘虽然说今天出现了一个上涨，而且呢今天的上涨呢没有量，另外今天上涨最多的呢就是创业板，创业板里涨得最好的就是下午带头作用比较大的就这部分新能源车。另外新能源车现在国家的就是大的方向呢可能要落锤了，还是说新能源车这一块这个补贴又要给放开了？现在新能源车好与不好啊，直接影响了我们 A 股的走势啊。因为新能源产业链非常长，而且这个呢新能源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双碳经济在这吵吵了这么久，总得有个表率呀。另外今天早间我们在做早播报的时候曾经说过一点，就是联合国世卫组织还有联合国就是这个叫环保组织都说了，关于要求大家控制气候控制温度，这都是一个表现。那新能源车明天能不能出现一个一日游或者冲高回落呢？如果真的新能源车要是冲高回落，那别管今天的迪王长得多么好，宁王长得多么霸道，那么在这个位置啊，可能创业板呢也只是一个一日游。所以我们带着这些个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在这儿还要多个心眼。那么怎么办呢？我把它这样的归结，如果我们手里的品种如果真是强势上涨，沿着五日线不掉下来，持股待涨，人家抬轿我们做赚钱，这有多舒服？但一旦要是跌破了的话，我们就得把高位的东西掉下来，跌破五日线捡下来，捡棒之后这部分东西要往这上这一类上盯。你比方说我经常讲的就是这个创业板嘛，那么它现在是不是要春天来了，还是说给这个位置只是一个超跌反弹？但是创业板的板块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现在是低位低价，那么我们就找这些有拐点的干就完了。这样来讲呢，既能不参与下跌的调整，又能跟上人家新热点新题材，不被市场边缘化。好了朋友们，我是古邦，喜欢古邦的加关注，明天早间我还有早播报，我会把今天尾盘到明天早间所有的消息梳理好一起跟大家分享，同时再把隔夜外盘的一些个表现啊，欧美股市的走势啊，包括他们那边又是什么加息呀、啊，还有我们中概股的表现，一起明天早晨分享给大家。这样我们讲明天一开盘，我们心里好有个底呀、啊。好，喜欢古邦的加关注，我们明天早播报见。